昨天的天堂的故事呢，是讲三种，应该说三段，三个女生不一样，年龄层或是不一样面对的感情的失恋痛苦，然后我就穿插在他们三个的爱情里面，然后做等于说是用我的歌声来疗愈他们。今天拍 MV 呢，其实紧张，然后期待，然后又还蛮害怕的。所以你有本身就睡眠比较是属于睡眠障碍，然后睡得比较浅，所以昨天晚上其实也没有真的睡得很好，但是又很怕说今天不够漂亮，所以昨天晚上也不敢吃东西，更不敢喝水，然后一直撑到今天早上。就早上在拍的时候，差一点点我就要觉得说我快昏倒了。有那种黑幕突然要出现那股肃的感觉，对啊，所以还就自己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啦，就是又希望表现得很好，然后可是身体又不听使唤，可是今天呢已经很努力的撑过去。若感情是两人悠闲的旅程。情绪的关系，但是我们有非常专业的摄影师，我们的锤锤。